妈妈的烦恼。作为妻子，亦同时是一个妈妈，你怎样保护你的家人？尤其是当你的女儿被灵异利用，你知不知道怎样去保护个女儿的同时去对抗她身上的灵异？这位妈妈来见我的时候已经有三四个月的身孕，但是在她块面上找不到一丁点儿的阴气，她直挂直说了：师父，我怎样才能够赶走这鬼？我要保护我肚里面的仔。我要求她将件事详详细细描述给我听。原来她和她老公四岁的女儿原本住在港岛区的豪宅的，因为有了身孕，奶奶要求他们一家搬过来九龙塘，因为奶奶住得很近，所以就容易啲照顾啦。亦都因为家族关系，所以很容易就找到一间有前后花园的大宅。虽然大宅有啲旧，但是仲好有气派，里面的家私保养得很好。业主亦希望他们保留这些家私，他们觉得这个要求很合理，欣然接受。入住了无奈，这位太太立即觉得间屋一点都不接受她，她亦好拒抗这间屋，即刻又想搬走的念头。但是入住了之后，先生的家族生意越做越好，奶奶和老爷都欣喜若狂，认为这间屋实在太好风水了，又可以抱男孙，家运名气直线上升。但是这位太太的个性很刚强，她在家庭会议里面强硬地要搬走。奶奶认为这个新抱癫了，一定是怀孕搞出来的情绪病。好，太太就接受了所谓的精神治疗，但同时亦将个医生激到七孔生烟。她将她和医生的对话告诉我，将我笑到死下死下。可惜呢，这些呢同个故事无关，所以就简略了。显然啊，这位女士在意识上面一啲都冇问题。有一日佢屋企要搵个女嗰时，大声叫佢名。个女呢就话俾佢听：我喺花园捉迷藏啊。咁阿女士就走出去花园，但係见唔到个女。这个时候阿女呢就笑嘻嘻咁样叫佢睇上嚟啦。哇，吓到死啊！个女竟然企喺一个离地三米高嘅树丫上面，不得了啦！唯有立即报警。一个四岁嘅靓妹点解可以爬到咁高嘅树丫上面？沸沸扬扬，个女终于平安。佢问阿女：你点样爬到上个树？佢话：有个伯伯咧抱佢上去。首先太太又冇即系请工人。亦都当时没有其他人在家，咁呢个伯伯一定是灵体咯。太太呢个想法呢吓到所有人呢目定口呆，认为佢真係癫咗。咁太太继续讲，佢有次呢听到阿女喺屋企呢里面周围走，问佢同咩边个人玩啊。佢话阿伯伯呢将来会做佢嘅小弟弟，所以佢好开心。但係呢番说话就吓到太太面无人色。吓到佢即刻要找个师傅咯。嗱，屋咧系唔能够搬嘅，但系都唔可以坐以待毙。无论点都唔可能俾呢个灵体占用自己嘅肚皮，将自己嘅仔抹走，嚟个狸猫换太子。清除灵体呢个工作好艰巨，但总算顺利完成。太太咧亦顺利生咗个仔，佢有种感觉。这个就是他原本的 BB。 事件算是皆大欢喜的，大家都认为太太是怀孕忧虑的产前抑郁症，但是只有我和这位太太心里明白事情的真相，不要希望人家会能够明白。